去吧，我散了吧，不要惊讶，关命令我发出这句话，天黑之前再讲一句晚安吧，就这样吧，往后的日子别来无恙啊，路上此刻你也很遗憾吧，我们的故事画上句点到此为止吧，聊天与合照彼此别再收藏了，再再见亲爱的你啊，电话我差点拨了没接通，就这样吧，往后的日子别来无恙。